保罗关键上拦住对赢球，美联社记者卓嘉平综合报道。例行赛进入尾声，联盟霸主火箭今天主场面对拓荒者，中场前零八秒，火箭后卫保罗杀进禁区，失去重心后摆进关键两分，也成为此役胜利功臣。火箭中场以96-94击败对手，收下本季第64胜，不断刷新队史纪录。保罗全场攻下27分，助队本季对战横扫拓荒者，取得对战四连胜。火箭队次节时一度取得24分领先，太半时间都居于领先，但中场剩5分钟时，拓荒者吹起反攻号角，回敬一波19-2攻势，双方战成92平手。保罗上篮放进两分后，拓荒者喊暂停步数，最后一集由 CJ 麦考勒执行，他原本有机会当绝杀英雄，但三分球失手，火箭两分差险胜。拓荒者主力里拉德此役作弊上官，麦考勒获全队最高16分，火箭大胡子哈登攻下24分7助攻。哈登今日美国